在你 IG 上看到你转发一篇专栏文章，你说我当事人照片是袒胸露乳，面试照也是同样的意思。你别冤枉我，证人。马大壮，请继续。你在10月2日的公开直播之中，形容我当事人那一组私房裸照是袒胸露乳面试照，就是一直我当事人出卖色相，从事不道德交易，完全是恶意重伤，存心贬损我当事人的名节，损害我当事人的名誉跟人格，破坏他在行业内的声望，直接危及他跟家人的关系，沦为公众的笑柄。我当事人无论身心都严重受创，甚至面临整个人生被无情摧毁。你绝对是有目的有预谋的，在污蔑羞辱诋毁我当事人。法言人星期一至五晚上7:30发频道，你也可以上 Me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法言人的视频。